小朋友，今天教你拉屎啊。第一步，先到这个屎盆里面来。第二步，拿你的手扶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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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扶啊，拉个洞。然后呢，拿你的屁屁，这是你屁屁，拉进来，然后啵啵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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盖上，完成了。学会了吗你？你去哪呢？好了好了，差不多了，刨到底了。你在干啥呀？我操，你在吃猫砂呀？你过来是拉屎的，不是吃屎的。刨完坑了，现在干嘛？哎，对对对对对对，就是把你的屁屁挪过去。啊？你是挖这个坑给自己睡觉吗？